Hola, Charlie. Bueno, hola, quería preguntarte. Hi, Yoning. I'm Ricardo Kaká, and I'm here to thank you for all the caring and supporting.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今天好像有个科学家要带着他的外孙来到我们这个宇宙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超，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Vlog。 跟你们说啊，工作这个事儿可真不经验的。这不上海大高温天的，我就出来搬砖打工了嘛。但是没关系，今天的工作呢，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一个是我又回到了熟悉的老本行主持人的身份，另一个是啊，我将会在直播当中连线张钰宁和唐佳丽，而且还有神秘嘉宾将会出席哦。一起期待一下吧，走，跟我走，我会拍一个 Vlog 来记录一下我工作的一天。给你们看看我在工作前这样的一个准备环境，是不是衣服和鞋子特别多？ 那说起一会儿直播的嘉宾张玉宁和唐佳丽呢，其实我对两位球员都还挺熟悉的啊。我记得我对张玉宁的初印象还停留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她才18、9啊，有一次她从国外回来参加比赛，然后我就在北京给她做了一个专访。这些年呢，也是一路看着玉宁的一个成长，她在足球上面多维度的这个灵气啊，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些年来，她在国内外的赛场呢，也一直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说到唐佳丽啊，最近的东亚杯的比赛都有关注吧，包括说年初亚洲杯的时候，当时啊，超超也是在演播室里面和另外两位解说老师一起见证了他的夺冠时刻。我觉得唐年初的状态特别好，底线过人啊，神似卡尔德隆夜空下的奔马。 所以像玉宁和糖糖这样的球员啊，就是我非常欣赏的类型了，而且我一直在看一会儿主持的台本啊，我还发现主办方给他们偷偷准备了一个大惊喜。糖糖老师，快来快来，活动开始了！好的好的好的，来了来了，那马上就要进入到震惊微坐的小巢的模式了，我们一会儿换一个场地再见。 Hola Charlie, bueno nada, quería mandarte un saludo muy grande, agradecerte por el apoyo que sé que me das, felicitarte por todo lo que estás haciendo y bueno nada, te mando mi botín de regalo, espero que te gusten y desearte todo lo mejor. Un abrazo muy grande. 看到梅西专门为你录制的这段视频，心情怎么样？对我第一反应是，哇，他知道我的名字耶。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对足球的这个热爱和坚持的精神吧，其实一直是比较能鼓舞我的。在很多时候，我需要去学习一下他的这个精神。主持人好，佳丽好。谢谢你好，你好。大家好，屏幕前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宁。 我也算是老成员吧，然后我也非常欢迎玉宁可以加入这个阿迪的大家庭。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切磋一下，然后穿着这个新球鞋，可以来一场球场上的速度与激情。那么作为阿迪达斯新签约的球员呢，我们今天也是在现场为玉宁准备了一份破次元的小惊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Hi, Yoning. I'm Ricardo Kaká, and I'm here to thank you for all the caring and supporting to me for all this time.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everything that you've achieved so far.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of course, welcome to Adidas. And now together, let's change lives through sports. God bless you, my friend. Bye-bye. 我都没好像没有看清楚，但我知道是卡卡给我发的视频，确实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啊！就是从我开始踢球以来，他一直都是在我的那个主卧室里面贴在那里，就一直放在那里，到现在这十几年都在那儿，所以他一直是我的偶像。偶像的签名球衣和一栋别墅更想要拥有哪一个？一栋别墅。 这个答案很一致，相当统一啊！糖糖，如果不得不选的话，鱼香肉丝和肥肠炒榴莲，你能接受哪一个？<笑>这个我都不选，我宁愿饿死。<笑>啊，玉宁，请听题啊！不吃早饭和不能打理发型，哪一个让你更难接受？你这个问题有点刁钻呢。<笑>如果是训练的话，我会说不能打理头发更难接受。 如果任你们选择，您最想和谁踢一场球？张玉宁。玉宁，主持回答一下：如果任你们选择，您最想和谁踢一场球？再给你个机会，那就是唐佳丽了。哎，对了，快来快来快来！小乔终于下班了，然后可以带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
下这双联名款的鞋子。那么这双 X 系列的足球鞋不愧是跟 Ricky and Mortry 进行了一个联名啊，它用到的整个鞋子的色系呢，灵感就是来源于动画片当中绿色的那个传送门。其实我个人在外观上面非常喜欢，我觉得特别的酷。而且刚才直播当中也是了解到，这个鞋是在萨拉赫和米德玛的帮助之下研发出来的。我们穿上以后啊，仿佛就给你的脚配上了一个 F1 的赛车，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实现多维速度速破一次元。当然潮潮选择球鞋啊，一方面是因为外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需求要有极度的舒适感，尤其是在鞋子的前部呢穿上以后啊，脚不会觉得有非常的一个紧迫感和压力感，整体是很舒适的。而且这一代的面料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升级，更加的舒适和环保。这个就是刚才在直播间抽奖送掉的这双孙兴民亲笔签名的 XB 的 Porto 的这个鞋啊，真的非常的香，好舍不得。小老师好了吗？我们要关灯了。你家关门了，好吧好吧，我们赶紧回家说，回家再说。哎呀，终于收工到家了。那今天潮潮看到梅西给唐唐发视频的时候，我当时还挺感慨的。我觉得现在啊，真的有越来越多人在关注并支持女足运动。这几年呢，很多豪门俱乐部啊，也都在组建自己的女足球队。像我们中国啊，也有了越来越多留洋海外的女足球员。当然，我觉得品牌也很给力啊，在女足运动员提升个人商业价值上，也给予了更多的可能性。话又说回来了，刚刚回来的路上啊，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多维速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这个理念就是让速度有了更加多维度的内涵。随着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啊，身体物理意义上的速度呢，并不是判断一场足球比赛胜利的唯一元素了。也正是因为有了头脑风暴的迅捷、战术跑位的灵活、空间场控的敏捷等多维度的一个结合，才能让一场足球赛事的结果无法预测，甚至会不断的反转。为什么亿万人如此热爱足球？我想足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而这次 Adidas 和 Ricky and Mortry 联名的这双 XSpeed Porto 的足球鞋，就是为了速度型球员量身设计的，在保证舒适脚感的同时呢，助力球员解锁多维速度。最后啊，潮潮想邀请大家一起看一段动画短片，让我们一起跟随 Ricky and Mortry 这对备受喜爱的祖孙二人，打破次元壁，一起展开关于多维速度的新实验吧。对了，本期我是 XB Porto 的不退前姐，看完喜欢的话，记得一定要一键三连哦。Morty, wake up. You're going to be a football star, Morty. What? The sport you play with your foot and a ball. Offside. It's football. You mean soccer? Yeah, sure. Depending on where this ad is airing. Get up. Rick, what is this? Consensual science, Morty. They want to give you boons for your adventure. I am Mohamed Salah. From me, you will receive the gift of dribbling and finishing. And I, Fifiana Miedema, grant you the power of the striker and speed with or without the ball,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eat traditional Dutch cuisine. Like what kind of... Roll herring. You'll want herring. Adidas X Speed Portal, multi-dimensional speed, carbon fiber, sole plate. This shoe has an extensive list of marketing terms, Mort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Why does anyone do anything for free sandwiches in the press area, Morty? Now go win the International Unlicensed Cup. Wow, a kid just dropped onto the field. Mit seiner Strecke erbchen sieht aus wie eine Handpuppe. Wieder mal, la passe pour Puppet Boy. Assola, und tat ab Puppet Boy. Jetzt ist ein Puppet Man. Morty Smith, you're the best player on earth and you can have anything. What do you want next? I want raw herring! Why am I eating this? Rick, you were right. I love being a football star. And I feel so fulfilled. Morty's with too much self-actualization upset the dynamic. We have a TV show, Morty. Gotta reset. Rick, where did you send them? No idea, Morty. They could be anywhere. Can I at least have some of that sandwich? No.